方冠杰讲，所有建材啊，拢已经进入去台风的仓库啊，建筑这招嘛已经出来，上城随时会当动工。真好啊！大方营造中部大楼，即摆呐，继续进行，已经准备要开始动工的典礼啊！真正无要停落来，敢有听讲彭耀武搁甲谁借钱？无咧，我会继续调查。这彭耀武老是想偷笑啊！你认为用得当到什么时阵？这真歹讲啦，有可能一开始我都周转，啊，不过一旦动工，就要看本档是不是有找到金主啊。咱是袂当等到迄个时阵，对不？确实啦。你的面色无好，人嘛咧戆神戆神，你是倒位咧不爽快？无啦，歹势阿伯，他拄好小可头听，即马人有加较好啊。讲到你这旧镜头，实在真麻烦。可能是因为最近伤过无闲啊，才去受到影响。好佳哉，奶妹已经回来，已经好好照顾你。你跟奶妹冤家哦？无。顶回奶妹因为记者有发生的代志啊，对你较歹相扫。那是因为伊用真尊重我这个阿伯。你得给我一点仔面子，莫甲伊计较。不管安怎讲啊，为着公司啊，来伤害着感情啊，是上解袂好的代志。而且你跟奶妹唔若感情，还佫有工作上的默契啊，伊用拢真好。啊，若无上野集团啊，你嘛不都还到这样成功？对啦，阿伯，我有代志想要请教你啊。我听奈美讲，我进前是因为发生车祸，唔才会失去记忆。那呢，阿伯，你敢知我跟奈美阮是安怎熟识？我跟你熟识的时阵，你就已经是奈美的翁婿啊。进前你的代志啊，奈美拢无跟我讲的。你有问敢问这個？无啦，无啥啦。啊，阿伯，阿无其他代志，我先来陪。对吧？总裁，你找我。俺这准备好未？总裁，即摆是要拍算对彭耀武动手啊？吼！这回不准你搁失手。是，这边绝对没有总裁，你信无？总裁，什么大事？我家婆吼，借问一下啦。顶回咱绑票周真妮，这回孙丽红乌死，安尼拢无法度将这个媳妇母活到。那安尼，总裁你后一步搁什么计划无？我是什么时阵跟你讲我要搞盛发集团母活到？我的查某囝搁要嫁过？真正要嫁？总裁，啊你今日这步棋我真正可能无呢。插旗的方法百百款，原因只是其中的一种。简单讲，我的查某囝伫咧倒位，我高世贤就伫咧倒位。所以总裁是要有宪法冤屈在上，然后才阁改。总裁，这招有够凶的。不是凶啦，高招啊！爸，咱跟建材的仓库起偌火啊？啊？那安尼啦，过来看麦行。哦。回家，你无恙，拿我过来。Yeah.
大方圆照一次。成功，最近不是听讲要改建商城，要哪修起来？我头看出阵来哦，救护车哦就去呢。要不过我头两晚拢修起来，我是无去我啦。还是你不能离开。啊！啊！真正拢烧起来了呢！啊！我是孟亚母了。那仓库内面的建材还阁机器拢是我的，我入面啦。内底已经有消防车在救援啊！就讲你讲仓库是我的，我入面啊！养父啊！养父！爸！养父！爸！哎！养父！养父！爸，回家吧！快回去啊！你敢放过啦？我呀，爸，回家啦！养父，还到哪去？你哪去提醒我死啊，养父？你讲咩啊？这个崩牙母真是人的心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！要不，非当你去，非当你去！我呀！要不，别去！我一世人的心血。我的性命都无去啊！爸，你讲咩啊？你爱我死了我？你爱我死？我就是死给你看！爸，快回去啊！妈啊！快放开啊！爸，快回去啊！不要啊！放开啦！你死啊！你是我的性命！当然，其实我今仔来，阁有一挂代志想要问你。阮爸情绪这么无稳定，恁敢袂当临工才来问？阮哦，问几下问题就好啦。这个问题吼，你嘛当详细想看卖，无得卡会当找到这摆失火的原因。无啥物通好调查的啦，反正就是天公伯啊，想要甲我处罚啦，天公伯爱我死啊！那有什么通好调查的？王董的，我看过真侪火灾鉴定报告，像这款状况，火阁烧了这么紧，大部分拢是人为的因素。您即马是怀疑有人调故意放火？嗯，阮检察官吼，有啥物证据讲啥物话？阮即马要甲恁讲的。都当作是大家在开讲，恁听听了就好，莫太认真啊。恁想看卖，先是恁三方的见证申请袂落来，才会牵连到上前后世的代志。然后，就是恁大方营造的仓库失火，佮加上恁拢无愿意承认的绑票案，佮讲恁拢袂认为，是安怎才会歹事会参像白肉粽共款，一件接一件安尼一直来啊？敢讲，恁三方合作要签约的时阵，日子看无好。也是讲，背后有人刁故意要找恁两家麻烦。阿大啊，你详细想看卖，敢有甲人家冤仇？也是讲，你替人动枪子，家己还阁戆戆唔知啊？还阁有啦。想做出代志，拢是大方营造，还阁盛发集团。想做上野集团出一条代志拢无。生理场的文文员员吼，阮是唔捌啦。也毋过吼，想做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恁两家一直咧出代志，甚至吼损失的迄个部分，拢是这么大的金额。安尼吼，难免让人怀疑讲。背后有人在创空，要让恁两家家破人亡。虽然讲，伊鉴定报告还未出来，啊，不过阮认为，这代志绝对不是意外。王董的，你若是想通，
你会当教阮叫阮合作，较免哦，戆戆去做人的炮灰，你阁当作是家己，叫提供白酒菜。我看恁遮做官就是来看我的笑话，看我落水啦，无啥物通我讲的，真歹势，真无欢迎恁，恁甲我出去，甲我出去，听有准的。哦，杨姑，你卖遮尔激动，卖遮尔激动。两位检察官啊，请恁卖一直针对阮，阮遮无恁事的业绩，请恁回去。卡等下哦，我就去买一包盐，甲只爷爷的啦，看是不是要大家孙哦，让我过掉。那边看到这两身哦，无好代志。文姐，爸爸真正足唔甘愿的。我这世人上大的愿望，就是会当打拼，爬去你上悬的位置。回家甲我看无的人，唔敢搁再看见我。我每晚咧拍拼三十年，我这愿望终归尾，也是无有去，也是去了了，我就唔甘愿咧，我真正就唔甘愿。彭董啊，即摆要状况啦？地方公彭董事长目前无啥物代志，只是情绪较激动啊。现在不是还去看伊，过几天啊再看卖。唉，打拼规世人的心血，就安尼全部拢毁掉啊！应该是生不如死啦。阿伯，阿你找我？阿姐，你现在去找彭亚母，甲伊讲三凤合作案，现在要改。什么？阿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上城的建材不是全部拢烧了了？对了，你先要给伊提醒，等合约解除了后啊，除了合作金以外，进前伊甲四天金矿贷款的十亿啊，嘛赶快要个退转。是，安尼大方营造会动的。这敢是我的问题？唉，这彭亚母啊，无先想看妈家己有几斤几两重啦，就亲像囡仔人开大车，啊，即马发生车祸啊，咱无赶紧落车，无敢要戆戆陪做伙去死啊。嗯，阿伯，这伤势虽不动工啊啦，啊，而且离合约到期的时间，阁有真久一段时间呢。啊！健康即摆嘛，正在调查失火的原因啦。所以，大方营造的资金状况，你上较清楚。你认为佫拖一段时间，彭亚母伊敢有才调完成合约？咱来白，敢袂当佫延几工啊？人彭董的即摆人佫倒咧病院。Yosuke。你到底要跟我作对几遍啊？进前盛发集团无代志，那是因为你运气好，所以我无跟你计较。啊，不过彭亚母伊就无同款，伊意气用事，伊做代志敢若顾虑感情的利益，无咧顾合表什么效果。这款人根本无适合做合作的对象。进前是你选择伊，即卖出代志啊，你无赶紧切割。等我拖累上野集团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责任吗？你若是不愿意担这个责任，由我来出面也是行的。啊，不过以后上野集团任何的代志，你拢袂当插手哦。